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迷之声，好久不见啊，最近还是比较忙，又到了这个 Ludum Dare 游戏制作比赛的这个结果公布的时间了，这是第32届，主题呢是非常规武器。我们首先还是来看看单人48小时组的这些游戏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还是不要从太低的地方来看了吧，啊，我们从31名，哎，因为它有两个主题啊。创意和主题贴合上面，哎，都获得了金奖。我们姑且来看一下。好的，点击开始。哎，居然还要用麦克风。OK，让我吹口哨，吹最低的口哨。但是迷之声不会吹口哨。啊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对，不。不会吹口哨怎么办呢？我们只能呜呜和一一一下啊。好，呜一，好像不太好。呜一一，哆来咪发嗦啦西哆来咪发嗦，不，这个游戏没法玩了。是的，会吹口哨的大家去试试看吧。迷之声因为实在不会吹口哨，只能这没出来。是的，看我一击必杀，杀了你。是的，会吹口哨，大家去玩一下吧。这个游戏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好的，这个呢叫做 Love，它是什么的缩写呢？啊，轻型的导向型载具，关于这个同情啊、感同身受这样一种情感的，用方向键来移动。是的，我们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了。所以说是全屏啊，但我们窗口还是很小。啊，这里就不响。我们是一个，刚刚听到了什么声音？有什么激光之类的东西吗？下方显示了四个框啊，应该是四种能力吧。这个是终极点，我们反正会死的，就不特意死。好，这边获得了一个啊不。卡住了，按 R。第一个能力，爱的第一个能力，按空格键可以亲吻或躲避子弹。这是何等凶残的亲吻啊！空中也只能有一次，可以当成一个跳远的方式来。我们这是一辆爱的机器啊！终极点好帅！一吻定情。OK，它之前右下角好像显示这个，是的，最低的当前。最低的死亡次是99次，也就是默认数量了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别这样，我心脏不好。来吧，来吧，我怎么感觉？是的，他这个节奏不对呀。
OK， 我要等他来的第一下。是的，这啊，他是踩在这个开关上。原来如此，刚刚都没注意。地图还是挺小的。OK， 终极点。前方应该有新的能力吧？哎，没跳上去啊？对，哎，又是的。我要站，我老是站在这边，我要跳在哎跳在这里一点就没问题了。OK。这边有点难了。什么？我是会死的吗？我没有办法吻到他。我还以为可以吻到他们呢，看来是不行。啊，可以的。OK， 就让我来解救你们吧。好，先往左边走还是右边走呢？这里我们目前还不能，也不能打开。是的，被拯救过之后，他们就永远被拯救。有点想去这左边那个苹果，把他们那个移下。但是我不死了之后就那个了，好吧，那就算了。本来想会不会有什么剧情的，看来是不会。这就是爱的力量。地图还挺大啊。获得了一个新的能力，爱的第二个力量，可以反弹子弹啊！好的，那我们就有办法从这边了，是这里。还是说，我纯粹直接撞到就可以了？不是呀，还是必须要这个呀。还是有什么按键吗？OK， 啊，原来如此，要在吻的过程中才行。OK， 然后我们中途要注意不能死，死了的话就万事皆休。说什么来着，真是。OK， 这边的关键是不能死。他永远都是原路返回的，所以直接稳重就可以了。还是说之前走错路了，应该怎么样？但我们这边又获得了第三个能力。好，直接可以毁掉这个了。上面好像有一条路的，没注意。但是这个游戏目前还不知道它要干什么。令人有点迷茫。
是的，这样一来我不就直接可以过来了。倒是把这扇门打开了。哎呀，我死了。你可以弹在他们的头上。OK， 我也在这边存个档吧。感觉这游戏还是有挺多秘密的啊。好意思吗你？爱的最终力量，展示你的爱吧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展示我的爱吧？我向谁展示爱？我知道他们缺少爱，但他们人呢？好像并不是什么新能力，纯粹就是告诉我们，哎，你可以展示爱了。给他一点爱吧。说你爱他。我只要直接这样，哎，原来如此。我要小心不要再那个。把爱拼出来。是的，我直接拼出了一个 LV。我根本就不用自己攻击，只要两个爱，他就流着口水。这就是爱的力量。你赢了，有了爱的力量。啊，赢了，你用爱的力量赢了。9分47秒，死了9次。好的。啊 ,OK, 下一款游戏。好的，这个呢叫做 Blink Gun, 瞬移枪。啊，这个是介绍，按低往右按上可以跳。哎，我们眼睛是不会动的。我们自己是可以滚的。按 A 是左。没有 S。我们啊，前方有把枪，我们现在还没拿到枪。哎 ，no， 竟然有一次可以登墙跳的机会。现在你有了这个厉害的武器啊，啊，按任意地方都可以进入。开火模式，比如说按这个，于是我们就瞬移了。啊，只有视线可及范围内才可以。是的，这个视线不可及啊。我们跳起来之后，啊，它还会安心的显示有哪些地方可以用。嗯，再也不说话了。现在哦，还没有两段跳，没有登墙跳。OK, 这纯粹就是一个瞬移嘛。把这个弄进来然后怎么样呢？还是要我一路跳过去呢？啊啊，是这样。这是个开关啊。OK。是的。但是首先我们是的，把它这样弄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因为交换之后呢，它还是，哎呀，这个已经在下落途中了，还是延续我们现在的这个动量啊。那么首先把这个弄过来，
然后我们再一次起跳啊，不，我们直接跳上去不就行了吗？真是的。哎 ，no！ 刚才还在想要用什么动量什么之类的呢，没这么复杂，纯粹就是这边跳上去之后呢。把它推到右边来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跳到这里来，然后再换一下，直接从这里过来就可以了。要不要把这个给弄过来呢？还是要吧。是的。哦，我们可以这样，对。忘了，不应该是这样。要不要直接把这个推到这里来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把它甩上去呢？感觉应该是这样，也有可能是在这里怎么样之类的。啊，这里可以啊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想得太复杂了，直接这样也是可以的。是的，这个纯粹就是给你看一下这个游戏是怎么样的而已，创意还不错啊。OK， 这个叫 Alien Headband， 外星人头撞、头敲桌之类的。啊？啥？哦，我捏住他的头，然后就砰。是的，是这样一个游戏。OK， 我要先瞄准，然后按，只是如此而已嘛。只是如此而已的话，我们这个五秒钟就可以结束了。好，速度开始变快了，速度加快了。我应该也需要这个逃避。哎呦呦，是的，是这样一个计分的游戏。OK， 好，这个叫 Doop， 非常规职业间谍行动部门 WSD， 捡起三个公文包，找到箱子，完成任务。好。巴克特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枪呢？克莱普特特工，难道你不喜欢这个公文包里的东西吗？是个蛋糕啊。你会发现这个蛋糕好吃的死人呐。我今晚要做五个任务啊。你不是很强吗？噎死吧你！可恶！按空格，可以放。啊，可以放一个蛋糕，真的蛋糕好好吃啊！右上角还有时间。为什么？这饼有毒。哎，还可以捡起来。来认爹呀！是的 ，Come to Papa。很常见的一句话。这蛋糕，是的，我们要我死了，我被杀，我们还要逃出去。OK， 是的，我迷之声以为安全了，不是的，要等他们啊呜啊呜啊呜吃完之后我们才安全。那是蛋糕吗？OK， 血流五步啊！哎呀呀，这是第一关，时间还挺长，
这个游戏做得不好，否则的话这个躲在墙壁后我们肯定也能躲掉。不行，是的，还是要放在他们路线上面，因为一旦他们虽然可以让他们跟着，哦不对，数量有限，是这个意思啊，那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实力了。这里是死路，公文包都没找到，是在右上角还是左边？再见。我不后悔，有蛋糕陪我。左上角有没有？有的。这个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。OK。是的，最后的出口在这里。OK。OK， 知道了这个，那我们就 OK 了。好的，不过接下来也就看看结局了吧。好的，第五关，嘿嘿。第五关，哎呦，这边这个可真难走了。这边这个必须要弄一下比较好，也可以啊，但是还是，总之是尽量少用。他们的守备范围都比较广，迷之人现在纯粹只是为了看结局而在打这个游戏了。哇，出 bug 了，这样我就过不过去了。啊，他刚刚卡住了，因为蛋糕还在于这个不确定的状态。哇，下面这个必须要那个了吧，不用蛋糕我过不过去啊，我感觉。是的，这个有点难。我们先从右边走吧。是的，这里是难点。什么？能让他两个人一起死吗？好高，真是快好高。古有二桃杀三士，今有一高杀两恐怖分子。啥鬼？没记错的话，我从左边走比较好。是的，我还剩两块蛋糕，我可以安全的把他们两个通通杀死，但是没必要。不是两个，我还有一块蛋糕。因为这个人还是过得过去的，所以我们就不用。好的，回到箱子处就可以了。我做到了，我拿到了，我成功了。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。什么？你总时间是12分52秒。是，你死了12次，
你骗我。你杀了十八个人用蛋糕。确实是个好吃的蛋糕啊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好吧，游戏结束了。OK, 这个呢叫做 Just My Two Cents, 啊，我的两分钱啊，意思是就是我个人的一点小意见，这个有这么一个言语。上下左右是这个 ,WSD 是这个。啊。这个 SD 卡呢会挡住我们的硬币，而上面这个呢会挡住我们的玩家。啊，原来如此。什么我就撕了。啊、哦，原来如此。是的，这个会挡住玩家，因此呢，我们是不是对，还应该先把它，先把这个怪啊，推到刺儿上，然后呢，我们玩家就可以过来了。哎，是的，这是一个单手双操，也就是说。玩家是处在绘画的世界中，而两分钱君呢是处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。哎呀，这个挺考协调性的啊。啊，我们现在是要动钱。啊，然后我们玩家悄悄的过来。哎，什么还，也就是说我们还要把这个敌人啊，先让他下去了，是这个意思了，真是残酷呀。是的，好的，这边呢又变成了这种样子了啊。来，我来。哎，不对，哎呦，这个有点难啊。嘿，我不能跳啊。好，我下来了。然后我就撕了。哦，这个难了。对啊，关键是我们在这个硬币上的时候不一定能跳得好。有意思。诶，我站在井边上的时候怎么不让我跳呢？这个碰撞判定没做好吧。是的，我现在不能跳。那我首先要做的是先把怪推下来。再见再见。然后呢我到这里来。然后我走稳，我到这里。OK, 下去。这边呢首先还是先把怪。哦，这样的话我就不能把怪杀掉了呀。可不可以呢？把怪卡在这里不让我卡。怎么办呢？试试看吧。我们首先，诶，没跳起来。先把这个怪给灭了。天经地义。OK, 过来了。然后我们一路把自己蹭上去。玩家真是废柴啊。到这边的话呢，把这个怪顶到这个上面去，让我们安全通过。然后我们自己下去喽，竟然有乐高。哦，然后这边就是出口了，就是相见了，日后好相见了啊。不，为什么要加上日后两个字？好的好的好的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怪怎么样一下呢？卡在这里。OK, OK。啊，我懂了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错了。是的。我们这关一开始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怪
弄到这里来灭掉它，然后用我们刚刚那猥琐的一招就可以了。但是说不定其实这并不是正确的方法，但是管它，只要能过关，怎样都好，对吧？哎，我好像可以把它送到这个上面去啊。上来，好，再见了。OK， 好像对啊，不需要把所有怪通通杀掉也可以过关的。我来啦。什么？还没有见面？哦，这个有点意思啊。把这个怪关过来。什么？他们撞一起，亲亲密密的就撕了，这怎么行 ？Taxi please。这个有点难了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我们只能，是的，只能拼这一次了。怎么办？来啦，我来啦，自由啦，怪啊！我自由啦，是的，我赢了游戏，纯粹在纸上画出来的游戏，蛮有意思的，果然是一个非常规的武器啊。好的，这个叫 Slam Jam Bakery， 灌篮面包房 ，Help， 有舰队要来袭击他的面包房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看一下。鼠标跳 ，OK。一击杀，但是一号战舰。我们这究竟是把什么枪？我们要把这个，有点像当年那个什么呕吐的。这个战舰离我们的这个面包房还是然后我们最后还要成功逃出来。没问题吗？我不过他这个总共就做了两关，所以还是有点那个。我们这个时间应该还够，这个飞船眼看就到头了。我好像没有成功攻击到他。对，是这里。要攻击的是这里。20秒。我来啦。爽快系的游戏。我们这个武器啊，他竟然不告诉我是什么。是的，第二关据说会比较难啊，但是无所谓吧，试试看吧。
哇，上来我就我要起跳的同时用这个，不然的话我还没有办法那个他。是的，这个自己狙啊有点害怕，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点这个好像还有一点移动上还有一点问题，把这个给但我记得它是在下边，这究竟是什么违反人道的武器啊？哇，这样的话我肯定来不及了。下面又没有路可以进去，不过总而言之呢，就是这样一个游戏了。语言不详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看一下，这个厉害了，说是覆盆子果酱 OK。这个有点可疑了，名字叫 Mouton 啊，这个绵羊的毛皮羊皮，然后上来就给我一个中文让我输入昵称，我只能叫这个了。然后啊，好像是一个，哎，你难道这是一个啊，这是一个，是啊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就是老鼠祭司吃奶酪的那个游戏啊。如果你是牧羊人呢，你就杀死所有羊，如果你是羊呢，就啊，是这样的。到达这边呢，就是过关了，否则的话呢，就是死了。原来如此。这是一个对战式的游戏啊，但是现在已经没人玩了，所以唉，这样的游戏啊，这个也是一个除了极少数的游戏啊，生命力可以很强，否则的话呢，这样在线的游戏啊，很容易就是比赛时间一过就没有了，唉，还是挺可惜的。这个有点厉害了，叫 Sun Slayer 啊，太阳杀人者，杀人太阳，或者是灭日者。按上可以，刚刚见到了，这是个什么？按 A 喷水啊，是的，我们现在身上有，这是一个消防栓，然后降落回地球的话呢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懂了懂了懂了，我们是一个消防栓，然后我们如果安稳的落地呢，就可以补水。哎呦，太阳还出招来灭我，哇，这个太阳有点凶呀。我一次灭不到他吧，还。我在空中还是会下降的，是的，灭日者哦，这个游戏难，我其实最好的方式是站在太阳的最下正下方，一开始的时候，哎，哦，这个他的这个太阳的子弹是不刷新的，我最好的方式呢
是在太阳的正下方。哎，我竟然自己灭了。这样呢，我直上直下就可以灭到太阳，而太阳的子弹呢，应该也都会正对着我。地球的水源源源不绝呀。继续射击，好像有效了。OK， 太阳应该会变小。我补个水。OK， 继续射击，好像有效了。这可不行，你需要更多更多的水。是的，出现了刚刚那个水球。然后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地球上水快没有了吗？我回个地球看一下，不然的话我还是……对啊，地球可以用啊。还是说要我直接把那个水球推过去？不对呀，那个接触到的话，我就直接那个了。好，我赶紧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可恶，它不会重开吧？应该不会。太阳已经小了非常非常多了。灭日者，灭日消防龙头。我可以把它用作炮台吗？不行呀。OK。确实是，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哎，我走反了，明明是个小小的月球。日被我们灭了，恭喜您。您发现了月球上有水，阻止了全球变暖，拯救了世界，毁掉了整个太阳系。这个呢，名字叫 Lucid， 清醒。C 是冲击波的样子。我们是一个什么生物啊？按上，你找到了一个蛋，总共有13个蛋。我们是一个龙一样的生物，在这边找13个蛋。 Why？ 诶，这不是个蛋，这只是个石头。超能黑龙，没有大地图，不能向下跳。右上角已解决。这个地图这么大，上面有一个蛋，要怎么过去？你的射程这么短，这我有点担心了。但是这个没有解释呀，你的武器是什么？我根本上不去，之后估计还有东西要拿到。
么嘛，硬直这么长。范围也太短了，又看不清楚，不告诉你具体射程是多少。这边是往回走的路吧，这边有一个蛋。我们究竟来这里做什么的呢？13个蛋找鸡坛和容易啊。关键是路途太多了，左走右走总要错过一些什么。先走右边。这边没有路。白走，哎呀，掉下来了，可恶。最左边上面那个又拿不到。我还是先到最右边吧。是。这可有点难，我选择向下。这是这张地图的另一边了，那还好，循环的这样一个的话不用多跑太多路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只剩下啊我们路上看到过的两个蛋了，会不会啊？上面并没有蛋。有点在意最上面。结果还是从这里出来的。我们有小跳，但是不好把握，因为这个游戏毫无怎么说呢，毫不告诉你究竟哪里是哪里。对，这是来的路吧。OK， 我们再看看。是的，这样一来的话，就没有什么需要在意的了。这边纯粹就没有其他的东西。OK， 回去。
误，总算过来了。跟大家说啊，以后大家做平台游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你这个斜坡的物理引擎一定要写得好，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出现啊，在斜坡向下的时候同时按方向键和跳键没有办法跳起来，因为它的第一印象是你往右走了，你是往下坠落在空中没有办法跳，这种是非常影响体验的。好的，哎呦，原来这边还有啊，好吧，我回来了。 OK， 我们还是从这个上面走，就是这里了。还剩最后一个，没记错的话我们之前就看到过，诶，就在这里嘛。但你不告诉我这是什么，好吧，不过这从常规武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大范围攻击不算什么非常规啊，找弹也还行吧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弹在这里呢？你是来吃弹的吧？不想了。这个游戏叫消防队员对僵尸啊，走到消防龙头前按 A， 怎么这么多消防龙头呀？啊，这个撞体也撞得有点奇怪了吧。然后呢就可以按，先按 A 接上，然后再按 S 就可以喷射。OK， 火候呢，这个喷水管呢有长度限制，而且每一个喷水龙头啊其实也有水量的限制。好，我们冲上还要点时间。这个水龙的效果做的还是不错。但是我们在这个上面受到还是有那么一点，操作上还是有那么一点痛苦的。好，赶紧换个水龙头去。获得了一个增加速度。哎呦呦呦，丧尸围城啊，丧尸围城，我们没有任何攻击力，只有火候可以，我们弱了，我们弱了，我们要死了。这是什么？好，增加这个速度。OK， 装水管速度。还可以再增加吗？我们 HP 只剩 1% 了。好，把所有通通灭掉了。我要死了。是的，这个连声音都没有啊，这个再好的戏它出不来啊。但是